大笑。木山昆虫博物馆位于南投县埔里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埔里的景点哦。那我啊不然呢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我第一次来的地方，叫做东山木山昆虫。可是蝴蝶园吗？嗯，好啊，没有啊。那我们是在地人，因为我们都是埔里人，所以他原来的话，其他人需要120，那我们的话就是100块，而且还可以做一个消费的抵消哦。哎，真的有哎！他们在干嘛？你看他们两个。哦，你两只哦。哎呀，你没看到？直接放手上哈，也可以哈，放衣服上也可以哈。你干嘛？对，不怕。它只是小条成虫还受伤，所以它没办法来修复。大约都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哎，你不要给它乱打。这是什么？会飞的蜘蛛，那为什么会有颜色？这是活的，这只是活的，不是啦，死的啦，还在动，孩子，是啊，怎么可能？你活的翅膀会这样爆爆吗？它就翻出来啊，可是你看这一只，它也是活的啊。但是不相信，失火了。对，它也是翻出来了。啊，它怎么不会飞？它真的是火的，它刚翅膀这样打开。我以前家里就有养，小朋友当宠物啊，就给他吃饼干面包就好。拿，好恶心哦！跟他很像，只是说旁边这边会有那个。这个枯叶，赶快放到安全。没有看什么。大白斑蝶，你看，那个就是黄金蛹。蝴蝶，要不然这些马英丹冬天都开不够，因为我们量很大。
到的整个桌子都是。什么肉？我不知道，太满了。你不知道温杯？温杯啊，然后这些茶放去哪？这个掉。哈哈，掉。那干嘛？我还一副在洗茶的样子。